信息泄露，例如船舶翻覆导致燃油污染海洋时，便能发挥在海上作用，把泄露的燃油能围堵起来，抑制扩散。燃油所前后皆有扣环，方便环环相扣，可串联成一个区域范围围堵作业。接着介绍碟片式燃油所。碟片式燃油所重量轻巧，搬运储存方便，可搭配使用卷锁机组快速收放架，海上快速收放架。